家好，老婆，我给家逛上客人，去商店游游，看有合适的东西了买点。下一回呢，回家煮的就是汤是吧？根据你说呢，小天我煮煮吃，因为你给我说咋煮咋煮，就给你买的，让那小孩吃的可地，煮煮香，你煮的好吃多，哎。三十块钱两毛，真是的，我这手镯的。哎，这个手镯啥时候来的？哎，就是前头再跑过了，就是到十五，吃不到十五了，再来，再到了就。这脚火蛋子刮不刮不吃够，给它再弄点。不是老缺是吧？你吃两家子，这还先还少有一点缺，你看要这个接着了。那他都是这种关系。嗯，这口也方便着。这是猪肉吗？这是不中的大小可以调一下。这只是两对了是吧？这大小不合适，你来调调。这是四双。一二三四双。好，咱前面坐下。小哥，坚住！买菜，你看我有了有个门票买，那买了这菜，我家客人。嗯，看那香蕉。哎，你走走去吧，你拉着你了，走走。我给你俩个惊喜。母上买绿菊了，我后头就在这会儿，给你俩买了个花衣裳。给我买啥衣裳？哎，你说你买花衣裳？给你给天庙放那。老弟家的。姐姐的么？哥哥的。哥哥么？哈哈。袜子。我想说是，这是一双了，关键这是，这里头有四双，两月那俩月儿呢？五二四双，穿都穿个都穿了，还有嘞，还有嘞，是吧？小哥你看，啊，俩的六个月儿仨，咋了？苗的，我说今年给家我可是我说买过去了，都走，哎。这车子面的主要是沿路用的，主要是沿路用的。我吃了安妮哥。我看看，我主要是没车够去买了。好，安妮哥，这俩给恁搁这儿了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，俺开演的节目跟着村外溜了，溜达出来问了，听外边问了，看几个结婚的来这儿，表演表演。好的，谢谢叔叔阿姨们的精彩的表演，也谢谢你们。夫妻对外一鞠躬，幸福的生活比面前，谁先抬头谁管钱。我们的烟雾弹来的非常的及时，可能大伙也没看清楚哪位管钱是吧？夫妻对外再鞠躬，一生一世永相伴，谁先抬头谁做饭。两人都做饭。夫妻对外三鞠躬。谁鞠得越深，爱对方越深。哎呀，掌声鼓励给我们新郎官。
行，儿能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学。老伯，我今年88，65岁才开花，生了一个宝贝儿，傻。你说啊，他32的娘，成天的说媒说媒的，叫他去相亲的，今儿个又说叫他去相亲的，出去他吃了饭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得去找找。高大爷，高大爷，你说了他相媒的，他说媒的，好了好了，哦、我搁这砸面包嘞，喊啥嘞？喊这喊好了呀！你不能是吧？该干啥跟你说了没？整相亲去嘛！不去，成天说媒，整天说媒，对我不成，对我不成，去楼下呀，去不去？我搁这砸面包嘞，那俩小孩都没望过我，他都没看见我对他了啥？我也有本事，我一砸是吧？提反正都没看见我一个啥妈，他不是我，他不我这里来。你看老娘，你去那说媒的，我不去。你那事跟你说了吧？不去。咦，不叫我跟你说，这姑娘长得特别好，长得气质啊，多气质啊！长得像小花，我看见人家花。我不去就是不去，你去吧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说你会后悔的。他大木楼有我给你关着我，中啊中中，那你想要去了就这回要是不中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信媒了。咦，孩儿，我跟你说，咱不说那了，咱赶紧相媒吧，我就给你割肉买菜去。你又问上我了，你还能在那搁来吃啊？怎么一回你这吧，我一会儿我搁那能吃着。隔壁俺王婶给我说了个媒，非得叫我今儿去看，也不知道中不中了，我自个先去看。说的跟那村村没见面呢，这也没个人呢。这都几年了，哎，那个哥，我得问问他。哥，哎，哪呀？为啥呀？我上那上门相亲呢。你相亲相亲跟我有啥事了？我去找狗蛋儿，找他家搁哪儿了不知道。你看，找我嘞？俺妈说的是找闺女。哎，我看着还怪气正的，那我就是狗蛋儿，你怪气正的还你看。你是这东边那桌上王婶他二姨家的闺女，他姑家的舅家的外甥女说着不少。哎，那你说对上号了，对上号了。给俺妈说的，就买的饮料，你喝吧。我不喝。你喝吧，你喝吧，你喝吧，你喝吧。厉害呀！俺王婶说的，你才毕业。他都问这了，他问这能啥嘞？你问我上过学呀？你上过高中吗？你上过高中，我给那学校门给处理可过去了，就没上过。那你是啥学历？我大专，俺妈捋了国大主卷进大专。你还问我的时候，你能力不行，你是啥呀？我是本科。不可你来这儿弄啥了你？本科。那你大专学历，我出个题考考你吧。你考吧，一看我这水平，你问问这好几老的事都是问我了。阿忠，我给你出个字儿。出个字儿，说吧。草上飞。草上飞。草上飞。那不是，咦，那不是青岛了，起来了，早点了。嗯，对了对了，就是，还怪聪明的。说吧。那我给你出一个唱。说吧。一点一横唱，一撇撇。可说这闺女是故意考我的，一篇一横唱，一篇到那样，乖乖呀，学过你那老师教过呀，我听人说过，那是磨面着磨的。哎，对着，就是还怪厉害。那我再给你吹吹后院。好吧，你怼到黑我也不害怕，我那肚里那没水多着嘞，我跟你讲。一条毛巾挂到木头上。对，他那越弄了越弄了越弄了，奶奶也弄了一下，毛巾挂木头上，多是个字儿啊，那铁丝，不对，那是啥呀？钩，不对，瞎不连的，瞎不连的，那书上有叫铁丝毛巾钩啥别说的，哪有这字来的？还考我嘞，我不中，我你是啥科呀？你是？我是本科。不可能，我考试考试你。那主任你出吧。我给你出完蛋了。
好。我跟你说，别怕那笑话，我除了替他妈照，他都不照。我给你发个，这是个啥呀？那是个姨。我也要照你是乖女的，他照是个姨。我隔回给他对个男的，他都不照了。这嘞？那是个姨。好了，弄不成了。这回啊，我给他抿了，我一抿他啥都不照了，真的他啥都不照了。我给他抿完，对个。我对个唱的，这是个啥呀？那是个扁担。看看我一家子唱，他可不照人事了，他就不会人事了。这不要，这真是，这是个棍儿。你看啥子不中不中不中，你往回去就不说。我看我想不中。那恁家有几口人呢？你问我嘞，我想问问你，恁家几口人呢？俺家五口人。说吧。有俺爸。别说了，对的老快，我得记住，这张擦麻了。恁爸，俺妈，恁妈，俺哥，恁哥，俺嫂子，还有我。你看恁家恁大一嘴哟，恁别紧张一样，比俺那多一辈，不别火。那恁家几口人呢？俺家三口。都谁呀？我。还有谁呀？俺妈。那也才俩人呀。还有那狗。中，那今儿个就这吧，我上回去跟俺妈商量商量。你别走了，你别走了，俺妈给家熬肉，你搁那吃着。我不吃了，我下回去跟俺妈商量商量。你真走了？真走了。你别走了，别走了，俺妈说的闹不成交了，觉着这还给我，俺那饮料还给我。今儿个我伤心也不疼了，我搁家熬了一锅肉，我去看看他们伤好了吗？狗蛋，狗蛋。别喊我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，对了半天很烤手了，要我弄回来一身汗。妈，主啊，你说的，我给他要回来。你咋的？谁都不知道，咱前后庄都跟你说家家里头说给要回来，这是你白活了。都真些啥事儿？你看这妈的都要回来了。我这辈子一回门也不信呐，不信。你不信那我咋办？那就不信咋弄啊？我自己过来。那是谁家的？你管谁？那是谁家的？你管就管。咦，我一辈子看看了，那是谁家的？啥狗蛋？你管啥？你管啥？啥呀？气死我了！好，谢谢。演的不好啊！行了，行了。